Peggy Republic.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习孟母，则邻处。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，有义方。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，非所宜；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。香九龄，能温席；孝于亲，所当执。融四岁，能让梨；悌于长，宜先知。首孝悌，次见闻。知某数，事某文。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三才者，天地人；三光者，日月星；三纲者，君臣义；父子亲，夫妇顺。曰春夏，曰秋冬，此四时，运不穷。曰南北，曰西东，此四方，应乎中。曰水火木金土，此五行等乎数。十干者，甲至癸；十二支，子至亥。曰黄道，日所缠。曰赤道，当中泉。赤道下，温暖极。我中华，在东北。曰江河，曰淮济，此四渎，水之济。曰代化，松横横，此五岳，山之名。曰士农，曰工商，此四民，国之良。曰仁义，礼智信，此五常，不容问。地所生，有草木，此植物，片水陆，有虫鱼，有鸟兽，此动物，能飞走。稻粱熟，麦黍稷，此六谷，人所食。马牛羊，鸡犬豕，此六畜，人所饲。曰喜怒，曰哀惧，爱恶欲，七情具，青赤黄，及黑白，此五色，目所视，酸苦甘，及辛咸，此五味，口所含，山椒香，及辛朽，此五嗅，鼻所嗅。刨土革，木石金，丝与竹，乃八音。曰平赏，曰去入，此四声，宜调谐。高曾祖，父而生，生而子，子而孙，自子孙，至玄曾，乃九族，人之伦。父子恩，夫妇从，兄则友，弟则恭，长幼序，友与朋，君则敬，臣则忠，此十义，人所同，当顺序，勿违背，斩资催，大小公，至私
有古文，大小传，隶草记，不可乱。若广学，具其繁，但略说，能知源。凡训蒙，须讲究，详训诂，明句窦。为学者，必有初。小学中，至四书，《论语》者，20篇。群弟子，记善言。《孟子》者，7篇止。讲道德，说仁义，作中庸，子思笔，中不偏，庸不易。作《大学》，乃曾子，自修齐，至平治，孝经通，四书熟，如六经，始可读。诗书易，礼春秋，号六经，当讲求。有连山，有归藏，有周易，三易详，有典谟，有训诰，有誓命，书之奥。我周公，作周礼，著六官，存志体，大小戴，著礼记，述圣言，礼乐备，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号四诗，当奉咏，诗既亡，春秋作，欲褒贬，别善恶，三传者，有公羊，有左氏，有谷梁，今季明，方独子，作其要，记其事。无子者，有荀扬，文中子，及老庄，今子通，读诸史，考试系，知中史，自羲农，至黄帝，号三皇，居上世，唐有虞，号二帝，相揖逊，称盛世，夏有禹，商有汤，周文武，称山王，夏传子，家天下，400载，迁夏社，汤发夏，国号商，600载，至纣王，周武王，始诛纣，800载，最长久。周彻东，王刚坠，逞干戈，上游说，始春秋，中战国，五霸强，七雄出，迎秦氏，始兼并，传二世，楚汉争，高祖兴，汉业建，至孝平，王莽篡，光武兴，为东汉，400年，终于献，魏蜀吴，争汉鼎，号三国，弃两晋，宋齐晋，梁陈陈，为南朝，都金陵，北元魏，分东西，与文中，与高齐。待至隋，一图语，不再传，师统序，唐高祖，起义师，除隋乱，创国基，20传，300载，梁灭之，国乃改，梁唐晋，及汉周，称五代，皆有由。严宋兴，寿周善，18传，南北混，辽与金，皆称帝，元灭金，绝宋氏，余图广，超前代，
九十年，国作废，太祖兴，国大明，号洪武，都金陵，代城主，迁燕京，十六世，至崇祯，燕乱后，寇如林，李闯出，神器中，清世祖，应景命，敬四方，克大定，游康雍，立乾家，民安富，治饥夸，道贤奸，变乱起，始英发，扰都比，同光后，宣统若，传九帝，满清末，革命兴，废帝制，立宪法，建民国，古今史，全在兹，在治乱，知兴衰，史虽繁，独有次，史记一，汉书二，后汉三，国志四，兼正经，参通鉴，读史者，考实录，通古今，若亲目，口而诵，心而为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习仲尼，师相橐，古圣贤，上勤学，照中令，读鲁伦，笔记事，学且勤，披蒲编，血竹简，笔无书，且知勉，头悬梁，锥刺骨，笔不教，字勤苦，如囊萤，如映雪，家虽贫，学不辍，如负薪，如挂角，身虽劳，有苦酌，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，笔记老，有悔迟，而小身，宜早思，若良号，八十二，对大庭，魁多士，笔记臣，众称义，而小身，宜立志，迎八岁，能咏诗，觅七岁，能赋棋，笔引物，人称奇，尔幼学，当孝之，蔡文姬，能辨琴，谢道韫，能咏吟，笔女子，且聪明，尔男子，当自警，唐刘晏，方七岁，举神童，作正字，笔虽幼，身已仕，有为者，亦若是，犬守夜，鸡司晨，苟不学，何为人？蚕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，不如物，幼而学，壮而行，上至君，下则民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，人以子，金满盈，我教子，为易经，勤有功，戏无益，戒之哉，以勉励。